好，中天全球现场要来关心的是美国了。这几天看到这个飓风的影响，纽约 NYC 就连地铁呢，就好像是坐洪水一样，其实很多地方都淹水了。更多内容，把时间交给若仪。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哦，是在这个因为这艾达带来的暴风呢，在纽约大水冲进了这辆巴士里头，地板上全部都是水，所以呢，乘客不得不踩在椅子上头。那么这一名巴士的司机呢，从他的视角这样子看出去哦，道路全部变成了一条河流，他冒着随时都有可能抛锚的这个风险呢，这个巴士的驾驶他很努力哦，想办法让这些乘客呢，可以安全的越过这一条像是河流一般的道路。好，那么这也只是艾达飓风带来的小小灾情，和纽约这个地方相比呢，其他的地区状况更加惨重了。再来看到另外的画面了，根据 CNN 的报道呢，纽约市9月1号晚间哦，短短五个小时的降雨量就相当于五万座奥运规格的泳池，在五个行政区的降雨量呢，超过了178公里，引发了致命的洪灾。而在这纽约当地呢，所有的地铁线路几乎都因为这个洪水停摆了。那另外，在这个多年前呢，曾经受到这个卡崔娜飓风重创的路易斯安那州呢，这一回也难逃一劫，有数百万墨西哥湾沿岸的居民，刚刚可以看到有人是直接在家门口划船哦，已经没有办法走了，只能用划船的方式在前面来前进。现在呢，在这个墨西哥沿湾的这一些居民呢，是面临大范围的停电，而且这个时间呢，恐怕会长达好几个星期。但是因为最近呢，这个当地有热浪侵袭，再加上没有电可用的话呢，民众的生活肯定不好过了。因此呢，今天美国总统拜登也抵达了路易斯安那州来看灾，一起来听拜登怎么说。Folks, Hurricane Ida is another reminder that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e next hurricane, and superstorms are going to come, and they're going to come more frequently.And more ferociously. I've been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governor and our colleagues in Congress in both parties on my Build Back Better plan that will modernize our roads, our bridges, our water systems, sewers and drainage systems, and power grids and transmission lines to make sure they're more resilient.再来看到是这个空拍画面哦，相当令人痛心，因为呢，这些原本都是居民们的家，结果现在呢，应该是绿油油的草地的或是道路的，但是现在全部泥泞一片，因为被这个大水冲刷过了之后呢，现在乱七八糟的。好，飓风艾达侵袭的是美国的东北部，包括了纽约州啦、纽泽西州，还有宾州、马里兰州呢等八个州都造成了影响。那么根据 CNN 的最新数据显示哦，到目前为止至少是有50人因此死亡。在美东时间9月2号的时候呢，白宫是已经宣布了，包括了纽约州、纽泽西州是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会透过这个联邦政府呢提供必要的援助。不过另外呢，纽约时报则是指出哦，今年夏天呢，全美频频遭遇天灾，因为在这个风灾过后，其实昨天还是有遇上龙卷风的一个状况，加上这个森林野火，其实凸显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对于地球暖化带来的一些极端气候上的变化，美国政府并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气候专家们就直指哦，政府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啦，足够的经费来应对这些早就可以预料到的气候冲击，包括了维护跟强化电线，还有防洪系统啦，清除灌木林来减少野火的程度等等，这些呢政府都没有做好准备，还有资深的气候科学家对此就表示，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常道的苦果。好，另外一个话题要转回台湾，然后来看到呢，因为最近哦，台湾是获得了立陶宛的允许，将可以设立台湾代表处，结果引发了大陆不满。因此呢，8月10号的时候呢，宣布召回驻立陶宛的大使，而且呢，也要求立陶宛也要召回他们的大使。那么，立陶宛驻大陆的大使呢，就是在画面当中这一位坐在正中间前排这位女性哦，她叫做米凯维切涅。当时呢，她才从立陶宛返回大陆。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表示了，那在他结束完21天的隔离检疫期之后呢，他就会离开。如今他的隔离期满，也已经启程，预定呢今天9月4号就会抵达立陶宛了。那么在他离境之前呢，欧盟各国的驻大陆的大使就趁着他临走前和他来会面了，也留下了这一张合照，似乎要展现呢，这欧洲呢在面对北京施压的时候将会团结一致。而对于这个米凯维切涅被召回呢，欧盟驻大陆代表团的副团长何云腾就在推特上头发布了这一张这个欧盟各国大使跟这个米凯维切涅的这张合照，他也写下了推文表示说呢，欧盟的各国驻大陆大使跟这个米凯维切涅会面，表达对他的支持哦，也期待他可以尽快的返回大陆。